这时候有两个方法，首先是您直接不要拉手，直接在前面迎线，对，你这个一等的时候他那个球就蹦起来了，这球容易来不及，对，你试试打那个起跳点，就球一蹦起来然后直接往前迎，就不要身体往后仰，试一下。哎，对，这种感觉，直接往前迎，顶着那个球，哎，这个好。对，你看您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往后仰的，然后直接往前迎的时候，它就能借上，就借上这个力。哎，对，这个球很好。对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又往上迎了，往前迎。对。对，你不要怕那个球，就直接它一起跳点，把那个点找到，直接往前迎就可以。哎，对，这个非常好。对，这样，这个点就很好。可以，可以。对，一样，一样。对，这个就是动作再稍微大一点。对。但是那个点还是要找到抢起跳点，直接往前迎，不要往上。对，直接往前迎就可以。对，就是不要往后仰，您就注意找到那个起跳点，直接往前迎就行。身体的重心。对，你越怕那个球，它越欺负你。对。